Hello， 好，现在时间2019年10月15日上午11:03。好，延续前一则 round， 那此则是多层次。OK， 看一下主题 ，Excel 2007跟2010版37则也是一样，多层次函数说明。那重要概念，此则函数有两层，此则的范例最多可到255层。那此则针对前一则的 round， 好，可以下这边 round 应用多层次的方法和一个公式。待会请那个来复习一下 ，round 的话就是四舍五入，好，了解一下它的含义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销售奖金这个栏位新增一下。那刚才 round 是在这边，也是一样，就是标题销售奖金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针对这个销售金额。好，记得点一下格子，快速点两下。好，切入主题，等于，什么？然后等于，然后呢，销售金额是3000。点它，好，这个格子乘以1.2，它好，然后呢呈现这样，那不能马上按 Enter 会呈现错误，刚才就按错了，记得就是先打上公式完之后呢，点选范围或是这边上面资料编辑点选范围右键键下，好，然后再 FX， 好，这个流程了解一下 ，Round 手动打上或是。刚才呈现的也可以 ，round 就是四舍五入，确定呈现了两个单位，好，一样跟刚才一样，待会小心。那把公式贴上，贴在这边，然后呢，因为这是两个，就是公式合为一个的意思，所以包两层。然后我可以像第二个是零，也就是四舍五入，好，这边有写四舍五入，好 ，OK， 就进入看一下资料编辑 ，OK， 就确定。好，呈现这样。那现在看不出来，快速点两下，往下复制贴上。好，了解一下这个地方。好，原点看不太清楚，拉近一下。72，没错，这边 round 72。好，那就是本来是销售奖金 round 是个别一个公式，那现在这边呢是运用多层次的方法，然后是有两层，把它成为一个合一，成为一个公式。好，看一下，这是合一成为一个公式的方法。好，理解一下多层次的方法。好，这是之前练习的。OK， 好，记得实物操作很简单。好，以上大家复习完毕。好，再看一下。OK， 没错，针对高雄这个地方。好，起类推。好，以上看一下这个表格。那这个表格是公式参考。这个是个操作，好，以上大家复习完毕。37则多层次函数说明应用方法，此则是两层，针对的是 round， 用多层次方法合为一个公式的意思。OK， 好，以上大家等一下。OK， 这样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大家。